旁边的人。今天啊，我们再次来到啊，这个川沙坝子啊，叫川沙坝子啊，这个重庆火锅店来吃顿火锅吧。正好来了亲戚了，一块吃点火锅。这停的车还不少的，哎，啊，这里的人还不少，看看啊。停了这么多车，瞅瞅吧，老火锅。你们好，来，请进。又到你们家来了啊！欢迎欢迎，来来来来，哈哈哈哈！这边有三个大哥在这吃饭呢，你们好。这吃的是鱼啊，水煮鱼啊。是哪老家哪里的呀？啊，湖北。湖北的湖北人。我看吃的满头大汗了，常在这吃吗？还是第一次来呀？第一次来哦。哦，怎么样味道？不知道。味道还可以。味道还可以啊。四川跟我们湖北都是正常。啊，差不多是吧？你们是今天不是过这个什么端阳节了吗？你们是特意过节过来的？啊，对。我们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坐。啊。哦，你们是这个这叫海之恋小区的。不是的，我们就是那个南通市建的。哦，建筑公司的。对，这搞建设呢现在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给哪建什么建什么哪个小区啊？就是那个南通市建吧。我就是给哪个建哪个房子呢现在是。长江乡村，长江花园乡。我长江，长江村，长江村村庄的。三江那会儿。啊，有时候么早上啊晚上的他就是睡得很冷。睡有点冷哦。那多凉快啊，罗老板说的。热还是不适应。不太适应，你们喜欢热。啊，搞他一桌饭挺好挺好。好，你们吃的。这几位美女一家子。这边还有一个包厢，咱过来看看啊。有两个包厢呢啊。我刚才谈吗？这是你们好啊，看看你们在这吃的挺美的啊，挺美的，你们都来自哪里啊？湖南、东北、河北。湖南、河北、东北。东北哟，五湖四海。对，在聚在一起了。我们都是在这旅游，互相认识的。旅游。对，都是业主，我们都是银泰业主。啊，都是业主，在这都有房子，都有房子，能聚在一起，是缘分吗？就是说，对，就是缘分，缘分啊，你这是缘分，对，唐山的啊，唐山的，唐山的，我黑龙江的，你黑龙江的，大姐是哪的？湖南的，湖南的，湖南，就是湖南嘛，毛主席的老乡嘛，这些大哥哪地方老家？他落的你归乡蜀大王。对呀，你知道我吗？哎，天天看头条，看我的片子吗？一天不看头条的啊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太谢谢你们了！绝对粉丝啊！啊，粉丝！我们俩绝对是你的粉丝，天天在家看你头条，是吧？你一听你那口音，你一听都听出来了。能听出来啊？啊！你们开着车上这小区那个小区的，最后现在跑到饭馆来了，你看。是啊。有缘啊，还有缘啊，对，绝对是。你们吃了一会儿了，吃这么多了，一听这口音听出来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地方饭菜怎么样啊？挺好，很好，真的行吗？啊，真的。贵不贵呀？你们觉得？不贵，还不贵。不贵。没看到这儿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味道纯正，非常好，味道挺好，味道纯正，味道挺正啊。咱是做广告吗？不是做广告啊，确实好，确实好，对，确实好。哪一天来了都上这。我上次吃顿饭，然后发到网上去以后呢。有人说我啊是做广告，啊、广告我总喜欢和这个业主们聊聊天儿。不是的，你们当年怎么在这买的房子啊？是，有过这边重庆好呗啊，重庆好，适合养老，适合养老。各位领导们，我的领导我是自己啊，各位领导们都所以在这儿选择了，这个比较好，比较养身体。哦，在这买房子多少年啊？现在有将近20年了，都20，哪个小区啊？小区很多。不是，在天海人和啊，天海人和的啊，哦，各个小区都有，各个小区都有，对，挺好挺好。一听你这口音，你想听出来？一听口音说，天天跑两口子提着他看看视频，是不是啊？天天看你视频啊，天天看我视频，看你视频的啊。哎呀，我太激动了，见你们太激动了。你说碰，
要把一生你俩一家子是吧、啊、我们俩是一家子哦、啊、说熟大吧行你们好喝着啊好有幸见着你们啊好嘞谢谢哎好嘞好嘞哎